我叫 Benson，係一位資深嘅海外物業投資專家。日本嘅醫療水平世界排名第一，日本教育水平亞洲排名第一，最多人想移民去嘅地方，日本排喺亞洲區嘅第一位。近年嘅社會事件、政治事件不斷，如果你想你嘅下一代生活過得好啲嘅話，click 入下面呢一條 link。你唔需要怕尷尬，揾完顧問之後，佢會不斷咁樣去煩你，仲可以學完呢一個課程之後，如果覺得啱用嘅話呢，我將呢一個課程免費送俾你，記得 click 入下面呢一條 link。